今天我带大家看一看我帅家这个山里面，我独帅家山里面的风景。你看，山坳周围都是山坳，周围都是山坳。我是从那个山下来的，那个山坳上面下来到我的家。让我看看我的家里，泥瓦房。如果家里面没有网络，只能录视频。如果有网络的话，可以拍一些快手或者是吃播的，多爽，对不对？如果在家里面室外直播，应该很牛逼是吧？慢慢的走过去哦，我等今天当一次导游，当一次导游，让大家大开眼界，大饱眼福，让你看帅帅家的风景。嘎刚路西边，什么感觉？应该感觉风景很美吧？带你们走进家里面。啊？我妈不？我跟家里的那边是小厕所那边，菜园没有菜了，现在。家里面来有点黑暗，今天没有电。玉米特别漂亮吧？里面住人在里面住。这应该算是客厅吧。厨房在里面。这厨房爽不爽？嘿，人家也没有电。家后面后院。后面也不错，后面风景不错吧？是不是感觉还行？哎，这些水，山上的水。山上的水非常好喝，喝一口水看一下。哎，好爽，这个水，好饿啊！哎，小狗狗睡觉。有没有想来旅游一下？这比你们去出国都这么好，应该还爽一些。你们出国可能也找不着这么美的风景，对不对？哎呦呦！带大家看一下后面的冲凉房，现在冲凉房爽不爽？看一下菜园，菜园没有菜园，现在养猪，猪栏里面看出来，看到猪没有？猪睡着了都。哦，这里有鸭子，看到鸭子没有？看看鸭子。我们走下去看一下牛吧，在牛栏下面看一下牛。哎呀，这里有没有路过去？我好久没回来了，一年没回家了，感觉家里面还是那么熟悉，感觉山里面的空气还是一样那么的新鲜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妹子喜欢跟我来玩一玩、逛一逛？好过你们去旅游，对不对？好过你们出国旅游。有没有妹子喜欢我多帅？转了一圈，芭蕉树，看，很多芭蕉。